大家好，我是小翔，快船主场118-104轻取爵士，系列赛扳至2-2平。开场博扬博格达诺维奇突破扣篮，对面莱昂内德莫里斯三分命中，乔治中投助攻莱昂内德快攻扣篮，之后莫里斯乔治再中三分，爵士这边频繁出现失误，三分也失准，莫里斯莱昂内德继续三分爆发，快船首节30-13领先17分，快船三分12投6中，莱昂内德得到12分4篮板，莫里斯11分，爵士首节21投6中，三分7投1中，还有6次失误。第二节肯内德上来又中三分，雷吉高抛打板，快船35-14领先到21分，英格尔斯三分开火，乔治又是远投回应，曼恩突破2+1，快船领先到24分。此后米切尔大爆发，单节狂砍17分，半场贡献21分，但乔治连得5分，莱昂内德中投3分全开，还上演惊人的隔扣费沃斯。最后一分钟，英格尔斯和莫里斯各进2记3分，贝弗利连续封盖米切尔三分出手，上半场快船68-44领先24分，快船全队命中率50%，仅有2次失误。上半场三分22投11中，马库斯莫里斯8投6中，三分5投5中得到22分，卡瓦伊莱昂内德14投7中得到19分，保罗乔治得到15分6篮板3助攻。爵士上半场投篮命中率仅35%。第三节罗伊斯奥尼尔博扬连中三分，米切尔连突带罚，英格尔斯又中三分，爵士59-73领先。防守端戈贝尔一手遮天，连续4次封杀莱昂内德乔治的突破，乔治三分命中，巴图姆补篮，此后乔治挑战费沃斯突破打进，贝弗利抢断反击得手，分差重回20+。三节战罢快船94-73领先，米切尔三节得到30分，季后赛生涯6次30+追平卡尔马龙的队史记录。第四节肯纳得中距离3分，组8次扣篮，快船101-75领先26分，英格尔斯突破上篮，米切尔三罚全中，博扬连得5分，爵士追到18分分差，莱昂内德快攻造犯规2罚全中，分差重回20分，克拉克森弧顶干拔3分，博扬打2+1，爵士最后5分钟追到91-105，莱昂内德造犯规2罚全中，此后他被换下接受治疗，英格尔斯突破上篮，爵士追到94-107，乔治三分命中，米切尔远投对标，戈贝尔扣篮，最后3分钟爵士追到11分分差，贝弗利再次封盖米切尔，但英格尔斯拿到球命中3分，最后2分钟爵士追到102-112，莱昂内德最后1分31秒重新回到场上，莫里斯乔治连续罚球，最终顺利收下比赛，莱昂内德31分7篮板3助攻2抢断，莫里斯24分6篮板，乔治31分9篮板4助攻，巴图姆7分7篮板4助攻3抢断，贝弗利2分3篮板3助攻1段4帽，米切尔26投9中，三分15中6，15罚13中，得到37分5板5助攻5失误。英格尔斯19分，戈贝尔11分8篮板，博格达诺维奇18分5助攻，罗伊斯奥尼尔8分8篮板。喜欢就点个订阅和赞，谢谢支持。